呀，这不是我刚刚丢的水吗？你怎么捡起来喝了？我实在太渴了，我现在又渴又饿，我再不喝点水的话，可能就不行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那你这样说的话，你不是好久都没吃东西了？是啊，我都好久没吃东西了，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小兄弟啊，我看你也挺可怜的，你是不是也刚来到这个城市啊？要不这样吧，我这里呢有几百块钱，我先借给你，你先拿着吧。不用了，大姐。你就拿着吧，我们啊都是外地来打工的，谁都有困难的时候，你就拿着吧。谢谢你啊，大姐。别谢了，我还要赶着去上班了，你赶紧拿着钱去吃顿饭吧。好，谢谢啊，大姐。我都失业三个月了，再找不到工作，连房租都付不起了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喂，你好，周女士吗？是的。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招聘信息，挺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。是吗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？我去面试。现在就可以了。行行行，你们公司？宇轩传媒公司。宇轩传媒可是个大公司啊，我要是能进宇轩传媒啊，那我肯定能拿高工资。周思思是吧？对。这份工作你做了多久了？这个专业我做了有一两年。一两年？老板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肯录用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周女士，不是不录用你，我们公司招聘的这个财务非常严，必须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，以你的工作经验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。老板，你能不能通融通融啊？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再说我也急需这份工作。你回去吧。老板，你就通融通融嘛。周女士，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是正规公司。那行，麻烦你了，老板，我就先走了。办啊，工作怎么这么难找？房租又交不起，看来真的要搬了。哎，这个项目真难搞。喂，董事长。喂，罗经理。董事长，什么事啊？董事长，你放心吧，这个事交给我就行。行，这个事就交给你了。嗯，好。请进。你好，我是来应聘财务的，这是我的资料，都符合贵公司的标准。就是工作经验没符合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我们董事长有交代，这个职位必须严格把守，你的条件好像不符合。是你？经理，你认识我啊？大姐，这才几年你就忘了？三年前你在路旁丢了一瓶水，我当时还是个小乞丐呢。原来是你啊。终于想起来了。真没想到今天这么有缘在这里遇见了你，你现在都是经理了。大姐，我这也是一步一步才到现在的。小兄弟啊，你可真了不起，这才几年你就坐上经理的位置了。
还是你自己有本事？大姐啊，我们公司呢就缺少你这样的好心人。可是董事长他要求工作经验3年以上的。没事，大姐，这不有我在吗？你可以在我们公司慢慢学嘛。真的吗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被录用了？是啊，大姐。真是太好了，老天啊有眼。小兄弟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最近啊家里遇到了点困难，我现在要是找不到工作的话，我连房租都交不起，真是太好了。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啊，我一定好好努力工作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大姐，我明天就给你安排工作，今天呢你就在家好好休息。走，大姐，请你吃个饭。那行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不进屋坐啊？我想着我还有事呢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这手里提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姐，你这是？你姐夫他把我赶出来了，他嫌我长得丑，给他丢人。他就一个瘸子，他还嫌弃你啊？整天在家里喝酒赌博的，好吃懒做，你看他也好。走，姐，我们进屋。喂，什么？分手？为什么？那你跟我分手，我总得给我个理由吧。因为我姐。就你姐那个样子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别人都说闲话，我都觉得丢脸。到那边去坐一会儿吧。弟，我觉得我还是回去吧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你女朋友她都说我丑。我在你这里对你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从小到大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，长姐如母，你就像母亲一样对我好。俗话说子不嫌母丑，我可是你亲弟弟啊，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像这样的女朋友分手了也好，只能说明她人品不行，女朋友没了可以再找，但是姐只有一个。姐，姐走，快跟我走。你这是要干嘛？哎呀，你快跟我走就是了。哇，这还是我姐吗？你别逗了，这花花呀还真是个好女孩，不嫌我丑，还给我免费做美容。你看，这还给我买了一身衣服呢。弟弟，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那是，我的眼光能差吗？走吧，回家。喂，我姐夫，我没有姐夫啊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我姐她在的。行。什么事啊？这么高兴啊？姐，你现在可抢手了。你看你
这说的什么呢？是真的，好多人都要跟你相亲的，等一下就有一个要过来。姐，你现在不愁嫁了吧？姐现在呢还不想嫁，只希望能看到你幸福。姐在考虑自己。姐，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，这么多年都对我操心。是时候寻找自己的幸福了。